昨天球迷真的非常的热情啊，看到曾雅妮挥杆，有人用这个字来形容，不是很文雅，他说哦，要许我耐射的这么挥的这么的远哦，真的是非常佩服他的能力。而听说有球迷非常的热情，也就是在第九洞的时候，有一位球迷就是因为曾雅妮在第九洞开球的时候偏到了右侧，意外击中了一位年约50岁的女性球迷。然后呢，这个球非常的幸运，又反弹到球道长草区，也就是因为这位球迷挡了球，曾雅妮才得以在这一洞顺利的射下小鸟。不过当然啊，球迷有帮忙很好，可是有时候球迷在旁边拍照，他说其实有稍微受到影响，但不管如何，他还是非常感谢球迷的热情支持。